比较紧吗？还是这里？这里？看一下你这里这块这一只左脚，试看看，你一定要稍微刚刚好啊，因为你要配袜子哦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然后你往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今天来看 Nike 的 Outlet 金国店家乐福，刚选了两双。因为现在 size 要找适合的，因为要么脚太近，要么脚太宽。我们要找看看，因为他鞋子坏掉了。这家下得去吗？哇！你正常走看看。你走过去，我看一下，有会不会很紧？会不会很紧？再过来，会不会很紧吗？我们确定选这一双。黑色的跑鞋可以吗？ OK 哈、哦、这里的鞋子下次还可以看篮球，那超多的，很好。你知道篮球鞋是长什么样子吗？这有点像是篮球鞋，就是有气垫的，这是篮球鞋。你看这里多呀，你看你过来，哥哥你看篮球鞋，这都是这都是慢跑鞋哦，这是慢跑跑步鞋。对，我一直被电到啊。像这里，这是小孩子的，它是休闲鞋，篮球鞋就是会有这种气垫，这种篮球鞋。你看这里，哥哥，这里就是篮球鞋。你看，这种有时候就是有点像篮球鞋。这个就是篮球鞋。这个你看它这里 ，Michael Jordan， 你看到 Michael Jordan 吗？上面这个标识啊。它老鞋。它就是跑起来，它保护你的脚踝啊。它便宜好多，4900多。对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买哦。它很老气。不是，它会让你跳起来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受伤。哦，今天我们就来买这个球鞋，可以吗？哦，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买好了，成功了。我们在家乐福的 Outlet 哦，对不对？嗯。走吧。